你已经，瑶瑶，你已经预知了圣诞节的礼物了。圣诞节没礼物了啊，来。你很害羞吗？没有，你害羞吗？没有啊，一点都不害羞。哇！哇，好帅哦，给我。我给你。你刚刚讲那台词，我觉得有可以，其实可以来一段这样，来演一段。他们是因为戏剧而成功的、啊、对不对？演戏方面也是可以琢磨琢磨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把你的血液传输给他那一瞬间，也许你将要结束生命，但是在最后那一刻他还可以献上他的亲吻。你为什么有点浪漫？就这段从刚刚那个吸血的过程，然后假装你发作了那种感觉。是谁？他发作他把我血、他发作要什么样的状况？就很虚弱啊！哎、欸，要抖才对啊！不用抖，我们戏剧张力。形象一下，他没有形象。那他要抖是他，抖的是他，不用抖了。你等一下要这戏剧张力要够的话，你要有生理反应很不对劲。你知道怎么反应很对？我帮你加戏，你这样还可以引起他注意。好，那这样，那弄的时候你就拿那个布子给他远了。是啊，那我要站着吗？还是躺着可能比较有累。请肃静！哎，现在要开始入戏。好，让让。好。Action！ 斗。瑶瑶，瑶瑶你怎么了？瑶瑶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没事吧？血了吧？没关系。你不要为我这个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重点来，浪漫。其实，扯粉。这个时候你要开始有点感动。可以，等他抖到这边差不多够，因为没有力气点，没有力气抖。好，开始虚弱。来，其实你为我没有吸血，我一直都知道。我也决定，你吸我的血吧。看他，对看，维持你的生命。为什么吸啊？吸他的血，你吸他的血，吸。羞羞脸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看。这是什么画面啊？我说两位，你们也入戏太深了吧，可别擦伤烛火啊。你刚刚这么配合跟他在一起演，我要问一下你的感觉。这一集你判了多久？没有，就其实我来这边呢，首先呢是为了一开始想说要等那个罗志祥来。没有，你不要喂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没有，但是后面我发现，就是我另外发现有一位艺人，他整个感觉让我觉得他取代了罗志祥在我心中的地位。我怕很多电视机观众朋友也有他的 fans， 我没有刻意要安排或什么，感情事情自由发挥了。看到瑶瑶的话，请给他祝福，不要丢石头。好，谢谢瑶瑶。谢谢。